OK，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新入国。今天呢是我们的第九天，先来看看天气预报吧。OK，全天都很好天气。我们占卜一下，我感到一个新的观众，一个年轻人来自新入国，欢迎。OK，他们会给我带来好运的。呀，出来喽！哎，小樱花吗？亲爱的农夫先生库鲁库，我首先要跟你道歉，我不该在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嘲笑你祖父的旧木屋。其实那是间很棒的小房子哦，但你要知道，那么小的空间不足以满足你。假以时日，如果需要扩建小屋的话，我很乐意提供帮助。你只要带上原木材料跟支付我一点报酬，我会帮你建造，扩建小木屋的。我首先计划帮你扩建出一个厨房。有了厨房，你可以在那边弄我的菜单。总之，希望你把新入股当做自己的家乡。罗宾，OK，怎么办？我们要去找罗宾吗？罗宾是不是骗我的？罗宾他是好人吗？好啦，我们带着钓竿、跟木头、石头、跟杂草，我记得要这些东西。我们去看一下扩建房。欸，兔子欸，出来！出来，兔子！喂，罗宾，出来啊！罗宾9点才上班啊？搞什么？好吧，为了……哎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山葵，在路上捡到山葵，这里是哪里啊？这里我没有来过哎。这边可以走吗？不行，那我们来这边钓鱼吧。OK，这边应该也钓得到鱼吧？我发现城镇里面的小河都会钓到一些乐事。OK，我们钓到差不多快9点了，我们可以去找罗宾了。我们来看一下建造小屋要多少钱。建造小屋好像比较便宜，改建小屋好像比较便宜一点。但是如果要建农场的话比较贵，怎么办？我们要取舍一下，我们要先加盖自己的小房。啊，人嘞？不是啊，罗宾，你写信来叫我来，然后没有人在这里，他头好痛啊。好啦，那我们去镇上买一些种子回家种好了。对，现在想想，真的是 QQ 到不行需要帮手，OK？这边什么时候公告这个？150块货到付款，货到付款，让法师开心，接受任务。我们等下去找法师，我们先买一点东西吧。出售种子，OK？花椰菜我们也种了，然后蜜豆也种了，防风草也种了，我们再买一些这种绝世种子。OK，我们来多种一点防风草吧，还是我们来种个郁金香球茎、土豆，我们来买点土豆好了，买个10个好了，买个土豆。我要的东西啊，不可以卖。然后我们去找一趟，去找法师。OK，我们到了，要让法师开心。如果没有重要的事情，不要打扰我。不是啊，我接受委托来的。什么意思？I rescued a wild horse for pawn market. Please deliver to my studio. 带给法师一个山葵哦。需要个山葵是吧？早说啊，山葵，我刚刚没有注意看啊。那我们先回家放一点东西，然后给他山葵，然后顺便把种子种一种。然后我前一天是不是干了一个蠢事？我前一天好像是不是忘了浇水？我现在突然想到，我好像前一天居然忘了浇水。山葵，我手上不是有山葵？他不知道山葵吗？OK，我先把这些东西收起来。然后我要的是锄头，在，OK。我先来浇水好了。好像有一天忘了浇水哦，就跑出去了，就跑去溜达了。我不知道我在干嘛。快快长大，快快长大，才可以赚钱钱。好啦，浇完了，我们现在来种我们刚刚买的这个叫什么来着的？土豆。哎呀，土豆，1、2、3、4、5，土豆，
浇水。好，完成任务，浇完水记得把这个水壶给灌满。然后我们准备山葵要拿去给法师。奇怪，我刚刚身上不是有山葵吗？这他到底是要怎样？带给法师一个山葵，没错啊。我刚刚不是带着山葵去找他吗？一个他不要，他有很多个是不是？我们再去找他一次好了。OK， 走走走走走走。嗨，法师，你要的山葵来了。啊 ，the item I requested. Your work was satisfactory. Here is your con. OK， 他跟我说了什么？不太知道。哎，这个我想我可以把它投入火里，然后看会发生什么。哎，我没有要送他。哇，我把我唯二的山葵全部给他了。好了，算了，没关系。150块。我只想说，点他一下而已，我好像钓竿点人了，用钓竿抽法师。哎、欸，这个是谁啊？怎么一个人站在桥上？嗨，邻居你好啊！我们都在镇子外面，这是不是意味着什么？哎呦哎、欸，你想干嘛、啊？怪怪的、欸。好啦，今天好像也没什么太特别的事情，我想要最后一趟就是去看一下，造价。就是关于升级我们的房子跟造农场大概要多少钱 ？OK， 然后看完我们其实就可以回来睡觉。不知道罗宾上班了没？哎，他只到下午3点，对不对？哎，那我们现在也不用去了，人家已经下班了。好啦，那我们今天好像没什么太特别的事情要做。这是在下樱花耶，好酷！哎，这个我是不是忘了浇水？他怎么一个人在外面很可怜的样子？等等，来帮他浇个水好了。水壶。那我们今天也可以直接就这样睡觉了，嘿、欸，今天好像就可以直接睡觉了，好像没什么太特别的事情了。早点睡啊，早睡有益身体健康啊哈，睡。欢迎来到新入谷的第十天，这是什么？酱料女王，重播哎，我学会炒菜的做法了。天气预报。明天全天有雨，明天会下雨是不是？哎、欸，谁？你好，咕噜咕，你看见这只狗了吗？啊！我看到它坐在你的农场门口，它是个可能是无家可归、可怜的小东西。我要养它了吗？可能是喜欢这里，你不觉得这个农场需要养只好狗吗？是。我要给他取名是不是？他就叫做 Kuruki 啊，这不用犹豫了。小 Kuruki， 现在你是只好狗狗咯，知道吗？所以他住哪里？他住我，他放我房间里面吗？真的？哎、欸，是不是可以抱他、啊？哎、欸。狗狗，为什么放不上去？哎 ，bug 哎，哎，狗狗，好啦，今天得到一只狗还不错。我进了一些新货品，这是豪华钓竿，你可以在上面放置饵料，你可以使用饵料让鱼更快上钩。欢迎下次光临。好，耶，收成了！哦，太神啦，终于收成啦！哎、欸，不是，收成肉，收成肉，收成肉，肉肉，瘦我瘦，这是什么？瘦，瘦，瘦，哎呀，马铃薯呢？土豆，这剩下的还不能收，只好浇水了。QQ。今天卖掉不知道可以赚多少钱。当一个农夫，最重要的就是要每天浇水，然后
每天照顾小动物。今天我们去找一下那个谁好了。对，我们把这些东西卖了。哎，这个金色的感觉厉害，把它留着好了。比较厉害的，这个把它留着。然后我们把剩下22个防风草这个卖掉。然后这个先收起来。我们准备好我们的钓竿跟鱼，等一下拿去找那个谁哈。OK， 我看一下还有什么特别的东西要整理的吗 ？OK。还没有，我们把这个防风草送给他，土豆也送给他。OK， 出发喽！不行，我没时间和你聊天。那你在外面溜达什么？啊！我又来到了沙滩，来捡贝壳跟捡牡蛎喽！棒，蛤，有棒有蛤，还有什么？我来看一下，哇，没东西了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卡住卡住。今天来看看有什么好货吧。哦、啊，没有啊，就是之前那个。OK， 1800哎，很贵哎，我没钱，好吧，没钱 QQ， 难道今天又只能钓鱼为生了吗？我们是不是应该找些有意义的事情做？我们钓到中午好了，钓到中午我们去找罗宾。好啦，差不多中午啦，我们这边钓到了大约是4条左右的鱼。哎、欸，为什么我的？哎、欸。哦，在这边，在这边。我想说奇怪，我的东西怎么不见了？哎、欸，他卖是什么？放在水上，装上诱饵，隔一天再来检查，看有没有抓到东西。哦，这好像很厉害哎，活泼大海都可以使用哎。好吧，我们先把鱼都卖了，我们1000多块嘞。OK， 那我们去找找看罗宾，不知道他在不在家。昨天去找他不在家哎，哎哦，飞走了。喂，快停下，好恶心！把垃圾桶被看到了。快快快快，来找罗宾，罗宾的宾，你在不在家？你终于在家里。我不是，我要升级房子。升级房子要10000块跟450块的木头，太贵了，没钱哈，不好意思。是10000块吗？对啊，哪有那么多钱？农场只要4000块而已，我决定我要先盖农场了。4000块，300木头跟100石头。哎、欸，我只要存到4000块就有了吗？哎、欸，说不定我们再过几天就可以咯。哎、欸，不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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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要努力种东西啊。我们回去的路上买点种子，然后把它种一种，然后再把哎、欸、黄水仙。把家里附近的东西收一收，然后差不多就可以结束今天啦。每周三关店，买不到种子。居居，村长怎么在这里？村长还是无所事事，反正这个村庄每个人都无所事事啊，靠毛哦。好吧，我好像应该要事先买好种子的，这边空下来了，忘记今天。这些东西收成了，完蛋了，只好耍废一天了。这个不要卖好了，这个把它留下来，把这个拿去卖掉。海草也可以卖了，300个木头跟100颗石头。哎、欸，那我们今天就来收集石头跟木头好了。石头、木头的话，我们需要这些东西。OK。又是个勤劳砍树的一天啦、啊！我可以把体力砍完哦，我大概预计4-5点就砍完了，快没体力了，完蛋了！我们只能再敲几颗小石头了，意思意思一下。物品蓝已满，我是又拿到了什么东西？啊，这个混种的，混种的种子跑到我的包包里面来了。浇水，哇，
我只能再敲几颗石头了。你开始感到非常的疲倦，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疲倦。好吧，今天难道就只能睡觉了吗？好像没什么特别的工作要做哈。哦，力不从心。天哪，我错了，我怎么让体力到底了？我走不动了，我要死了。我要死了。啊，我们把垃圾是给丢掉。我把东西放一放，我们睡觉吧。今天就到这边了。太烂了吧？怎样？我要把这个拿出来 ，OK， 好，我要睡觉了，我不行了，超累的，超级累的。哎，狗狗，哎，嗨，跟你打声招呼 ，Kuriki。好了，睡了，这一集就到这啦，睡了。哦，加一鱼肝功效，新合成配方，蟹这是什么？哦，难怪刚刚他有开始卖。然后海上小食也是可以煮的东西，十字镐功效。我们新合成一个配方叫樱桃炸弹。对，哎，我卖的东西赚了九一千零五十。